是不是很多人认为我这就趴下了？尤其是黑粉，这下哈哈哈了，这下倒下了吧？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相信光，你相信光吗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酷大搞笑开箱，我身上的故事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哎呀，说也说不清楚啊，兄弟们，只有大家自己去老粉丝就知道我一路走来的经历啊，一路走来的经历到现在啊，真的太可怕了，我这种精神啊，真的是让真的黑粉看得到我都要燃到啊。大家不用担心，我的流量马上就会回来了啊！既然这个号解封了，就没大不了了，没大不了了，只要靠坚持，这就是我的特点啊！其实大家都不明白，哭蛋以前要秀我这么爱哭，其实错了，错了，错了。他哭蛋可以哭泣，他不可以放弃。真的，可能是西瓜山说放弃、说离开最多的一个博主啊！真的，但是没有一次是真的是放弃的，因为他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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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我们今天每期视频啊，暂时可能就是更新的很简单啊，就是小店这种清空，他10块钱让老板去哭吧。我们马上老板哭的视频啊，过些天给你发出来啊。每天去把他的卡片给买回来，看看有什么好好，就拍这种10块钱啊一包的卡片，我们来拆一下，来看一下啊，就清空他，清空他，清空他。没错，准备把这一本的啊卡片就送给粉丝，送给那个相信光的粉丝，希望他坚敢啊，坚强啊，勇敢直前啊，不怕困难，就像哭蛋一样。来吧啊，我们来吧，开始吧。我这里怎么有个蚂蚁啊？剪刀，我们就是剪，把不好的卡片直接就可以剪掉，就这样子啊，好不好？跟别人拍的不一样啊，兄弟们。来了啊，兄弟们。一张 SR 卡，这个卡好不好？啊，这个卡应该不好是吧？这不是好卡，这个卡先别剪吧，不知道。R 卡，这张啊，这张不是好卡，就剪掉。哎呀，剪掉了，这张也不是好卡，也是个二卡，也要剪掉。哎呀，好痛啊，还是二卡，再剪掉。哎呀，这10块钱一包，我的天哪，没有了，又是 SSR 卡。 SR 卡，这是不是好卡？这个别剪吧。哇， UR 卡，这个不舍得剪。哇， HR 卡，好了，剪了这两张没剪。SR 卡，两张 SR 卡和一张 SSR 卡，这种一个 UR 卡啊，这个是好卡，这不错，这个是 SR 卡也不错。我们把它啊塞进去，塞到哪里呢？哪里呢？ UR 在这，就是放这吧， UR 卡就放这吧。 UR 卡这张还真不错，没事。好， SR 放哪里啊？ SR 和还没整理哦， SR 放在这里吧，还有好多 SR 卡，到时候把它放在一起。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信光呢，我会让大家看到什么是视频，什么是坚强，什么有一种人就靠坚持在拍着视频，为了理想，为了梦想。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对自媒体的热爱已经超过自己的生命，但自己的号被封了，有时候啊，规矩就是规矩，原则就是原则，违规就是违规。我直播睡觉的啊，被黑粉还很开心很得意。西瓜没有放弃我，让你失望了，只是你钻了口脚。我知道啊，我也不想说自己是对的，我是错了，但是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我会一直用自己的视频去传播着正能量，让别人是感触着那种被欺负、欺压、被欺负的那些人，为了生活，为了很多事情，不仅我在拍这个视频，而且我在教大家怎么去证明自己。就这样，也感谢那些支持我的啊，西瓜 play 给我投票，好，加油！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我睡觉了啊，我不直播睡觉，就直接睡了，以后不直播了啊，我直播也解开了啊，也没有封了，感谢西瓜，现在流量是流失了啊，需要再去慢慢的，这些不用担心，流量我不怕，我不怕，因为我这种坚持啊，是不啊，流量对我来说没问题啊，相信光，我相信光啊，感谢，拜拜。